反正我们几乎每年都是这样子，先出来一批淘汰掉一批，走得不好的那些都把它淘汰掉，然后新出来的有几个爆款也有很多的，有几十个爆款也是有的。我们这种产品呢主要就是以色系的问题，就是走得好的啊、哦、客户还是继续返单。比如说像欧洲就喜欢浅色系的，南美就喜欢深色系的，红绿比较传统的色系。我们自己有研发团队，从设计研发那个生产销售一体的。 Many people in Russia need this Christmas tree, but when we order then arrive there we will sell very good. Already yesterday we was order Christmas tree.